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龙，欢迎来到我的 Michael 生存实况。我们今天要来玩的就是一米岛大西空岛生存，然后我们在私底下就是做一些变动，应该算变动啊，反正就是我们刚刚在挖一些矿哈，就往下挖挖挖挖挖挖挖，然后就挖到这个类似应该是洞窟那里。地方吧，我不知道啊。然后这边有很多粘土，不知道什么。然后我们就挖到这边啦，然后挖到一些铁，对啊，就挖到一组多的石头，蛮少的。好啦，等一下这边有一些铁，挖一下。那我们今天的目的。今天的目标就是去探索，不是这边，探索那边那座岛。然后我在私底下的时候，把这边就是连起来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好走。有没有感觉像有点在走星光大道一样？这样连起来看起来比较好走，看起来也比较舒服。然后这边到时候我们就会想用楼梯，然后把它铺起来。那我们今天就去探索那座岛吧。啊！你鬼！最近常发生一件事情，走桥走到掉下去，蛮常发生的。太可恶了！好，我们就要回去，真的要继续吧？那。我刚刚在应该是刚刚掉，就是再去看，就是这当地在巴哈上很少。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石头岛，有保护者秘密，我想应该就是下面那个箱子吧，是那个什么，距离调的不够远，大家应该看不太到，口误，好，不要再走错。OK， 好，我们到了 ，Yes。那我们就先，我现在才知道这个岛上面有树。那我们先把这个蜘蛛网拆掉好了，因为走起来蛮麻烦的。还有那个内务，哟，吓谁啊？好啦，那我们看，我现在知道那边有棵树，倒挂树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上这座岛的最上方看一下，最上方有挖上去吗？挖的时候有一些石头，然后我不知道什么，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煤炭那种东西，有多神奇的，到现在没有发现煤炭这东西，这玩意，这东西，哎，耶，光明。挖掉，然后我上来了，后面有什么机会吗？我们上集的时候有看到，就是那边有，就是下面那边有岩浆嘛，然后不知道什么岩浆不会流出来，还有我还有那个半砖底部，有木头，反正木头下面挖一圈，有没有看一下没东西？果然有箱子，莱姆说：“我们拿到一个成就了。”因为每一座岛都要有一个收集一个史莱姆球吧，好像是，我记得啊，就完全可以还没有，那就代表我们那座岛就是那个本来是泡泡岛的成就没有拿着，因为我们没有拿到史莱姆球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好吧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只好回去看一下咯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烧点木炭来用。哦，我刚才想到有木炭可以用，刚才想到有木炭这玩意儿，把它拆掉。我就给它挖掉。挖掉，啊，没东西。
算是砍树啦、啊，到现在还是用徒手砍。没有，我用羽毛砍。哎、欸，我刚原了一个。没有，我用羽毛砍哦，神奇的小羽毛，我不是用手，我用神奇的小羽毛来砍。说到神奇的小羽毛，让我想到你的好叫小号。那说神奇的小羽毛，让我想到这个作者，这个地址，作者的名字。Alright， 那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你家吗？左倒左倒，我现在才发现，现在每座岛都会有一个史莱姆球。代表我们本岛的史莱姆球还没有拿到哎、欸。嗯，怎么这样子？我们就先哎呦，好，嗯，怎样？要组织我，要组织我，耶！死了死了，我们就先放一些东西，然后我想一想，是不是有贡献的东西？果然，刚刚听到那边射来射去，妈妈没告诉你说不要乱射吗？奇怪，别人在放东西的时候不要乱射别人好不好？那我们看看拿到一个史莱姆球 ，H 九。那我们史莱姆球就先全部放在上面，嘿，啊，达成第一个岛，就干嘛点呢？那个绿色恶心的东西是什么？你走开，你走开，只是没有被践踏过，对不对？你走开，也是啊，是啊。好啦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，例如先决定没怪物，我先把这个。东西拿出来，十三个铁，我们还有七个铁可以烧。我们先，我们不应该先烧，我不应该先烧铁，我们要烧一下木材。那先烧吧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边下面探索一下，因为，还有，那我先把。放进去，因为，刚刚说每一座岛都会有一个史莱姆球，然后这座岛史莱姆球我们还没有找到，代表这座岛有史莱姆球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拿点木头，做些木棒，然后要做个石铲，念不好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能力再做一个复活、啊？嘿，有。我们或许会在那个树上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在树上发现过一个箱子嘛，我们或许可以在树上又发现到另外一个箱子，或许吧。好吧，那先砍树吧。让我砍，不让我砍，切，不让我砍树就对了。啊，可以砍了没？够近了吧？有东西吗？没东西，欺骗我感情。这棵树攻略完毕，攻略，我攻略了这棵树，攻略，要怎么念？要念攻略还是攻略啊？啊，那我们就继续砍树吧，不要那么耍笨了。All right， 没东西，很好。还有没有树？还有没有树？哎呦，还有没树呢？我当初不是留蛮多树的吗？那这个就砍树吧。没东西，应该还有吧。我调一下设定哈。应该还有吧，
这棵树上面有没有。然后我看巴哈的就是介绍这张地图的，他说就是我们一开始这座本岛啊，正下方吧，好像有一个黑曜石，黑曜石有什么？等强了之后挖开会有什么秘密呢？应该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怎么知道啦？也烧完了，也烧完了，我们终于有木炭这东西了，耶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世界真美好 ，yes！ 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以连到那座岛，然后没有木头就去那座岛上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，有木炭了。好啦，我们觉得我们今天那座岛就是那个有奇妙树的岛，它的史莱姆球被我们拿到，然后好像每座岛都有一个史莱姆球，如果我在巴哈上没看错的话，似乎是这样子。上面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东西？哎呦！哦，让我跳啦！有没有东西啊？哦、奇怪，奇怪呢，不让我用就对了。没东西，你又欺骗我感情了，可恶的家伙！好啦，那我们哦，不要自己用啦，我们今天就去那座石头岛看一下，能不能发现就是史莱姆球。然后为什么我要选择走在这么可怕的地方？然后顺便看一下史莱姆，不是史莱姆球，顺便看一下石头岛没有，就是那个铁矿。那我就随便挖挖吧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朝青苔石很多的地方，因为我当初看这座岛简介，他是说似乎是在守护什么东西，所以应该就是。全吧，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箱子，那箱子东西拿过啊，是一个有点没有什么用的锁链套装，而且还是会爆掉的，不是不灭武器啊，太可恶了，欺骗我感情，欺骗我感情啊，哭哭，哎、欸，哇，加点，我以为那不是那个很棒的武器的锁，就竟然是那个，太可恶了。欸、你好像蛮嗨的嘛，僵尸。就要巴神家就是 GG 了。或许当我们下秒转头过去 ，Yes， 他似乎 GG 了。啊，我们就挖石头，找箱子。这个时候就要找特别地方。特别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例如。这边吧，反正有那个什么，青苔石的地方就挖下去就对了。这怎么停呢？还真的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补起来好了。那我觉得那座岛就这边应该会有一个东西吧。如果我看到个恶心的东西，人参来妹，我好想叫他。我本来想把他推下去了，结果到时候我自己推掉下去了。我在打，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他怎么爆炸了？你怎么爆炸了？好吧，我这个快爆掉了。哎呦，那个，还是不要拿它乱轻易尝试挖掘任何东西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呜呜，吓到我了，大超级大那个，只是跟我之前比起来算不错，这也是。整个手机一句关机，呜、手机关机。那
挖上去。结果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拍到第三集了，第三集了，对，我记得这集是第三集，我们都已经拍到第三集了，感觉没有什么突发性的大发现，是不是不太应该呀、啊？嘿，小，我明天没东西，总觉得有点被骗上来，没东西啊，大大，挖掉。这边有东西，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个叫铲子的东西啊？欸，我们有铲子欸，我们好棒哦，我们有铲子，挖下去，哎咻，总觉得有种被骗上来的感觉。真的没东西了，我们就下去吧。我觉得现在最让我怀疑的就是有青苔石的地方，有青苔石的地方就是要我怀疑嘛。然后这边有一大片青苔石，我觉得我们要快点回家做个石稿，快点回家。这根本就已经放弃走路了，夜我们到家了。我刚原来青苔石是那个苦力怕吓到我，我刚才说的石来，你今天那个玩游戏玩到，然后我们有木头哈，我在干嘛、啊？哦，我们做点石稿，做两个哈，明明就有一大堆铁，却不做铁稿，为什么？啊，我就不想做没，你想怎样？我就不想做没，你想要怎样？好啦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往青苔石的地方攻略，攻略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已经语无伦次了。就这边吧，这边蛮多青苔石，最让人怀疑。就把它往里面挖，挖。哎呦，我还以为又要那个，因为我现在为了就是给大家看到不错的影片，然后因为有人在嫌我影片好模糊，真的蛮模糊啊，豆豆，因为手机萤幕小嘛，然后就是看到影片对缩小一点，所以很难看得出很模糊。然后既然都已经有人说啦，我们只好把那个录影程式解析度调最高。所以就是手影片会荡荡的，就是应该说手机会荡荡，不是影片会荡荡的，应该是就游戏会荡荡。那这边有没有东西呀、啊？我就看到有铁锭、铁矿，似乎没有了。真的没有了吗？真假的没有了。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没了？应该有吧？好吧，真的没有。我觉得我已经把这座岛给挖空了，就这区块挖空了。真的没有。然后他说本岛的史莱姆球是建议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边。他说就是本岛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诞生那个岛。啊，有那个就是下方啊，有个黑曜石的地方，建议什么比较强之后再去。我说比较强应该就是等有钻石稿的时候再去吧。Alright， 那我们先挖，看看有没有东西。真的没有东西哦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没东西？没东西吗？哪有那么神的事情？看挖泥土，我觉得不是挖泥土，挖黏土，我都觉得好爽啊！一大堆东西喷在地板上，全部吸起来的时候，爽度100%。
好，算了，动手你没有说啊，动我的哦，啦啦，我们死了，然后GG了，对，完全的悲剧，然后这座岛被我们挖空了，真的空了，应该说就是下面哦，一大堆黏土。把他们全部吸起来，好吧，这边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东西，那这座岛的箱子真的就下面来搞。哦不，我在干嘛？我忘了，我已经把下面那座箱子拿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只能这样了。对，好，对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可以往前面挖，挖的，嘿呦，就我们刚才犯蠢了，我们直接往下面走，我犯蠢了，谁说话都，这座岛下面有什么黑曜石，就让我很好奇。让我很想去看一下，好吧，然后我们先到一个地方，就是我每次从桥下面桥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那个有没有蜈蚣伸出来，我看到了，就会发现那个岩座岛下面似乎有个怪物轰趴的地方，嘿，对，就有个怪物轰趴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。感觉这集特别长。嘿咻 ，ouch！ 那我上去。嘿咻。应该在这附近吧？就应该这边往下挖，应该吧？已经挖到了，希望可以。我觉得我有点乱挖，看不太清楚。OK， 那我们就往下挖吧，应该不是挖到世界，应该就不是挖到这座岛下面去，就是挖到怪物轰趴的地方。啊，没有冲浆！我的 ，OK 啊，我的。Oh no！ 我觉得我们把出生点的那块泥土挖掉，然后结果导致成我们现在要一直不断的死亡。啊，我们先看一下包包有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吗？有，一大堆石头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光就跑到这边结束了。悲剧了，惨了，这地图坏掉了。那我们那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个喜欢，想继续收看的话可以按个订阅。那我们就下集再会，大家拜拜。